吃了一啥？那也没干呢。老王，哎，你马上盘查附近邻居，挨个盘问。是。哦，我们在屋里还找到了一些衣物，还有一个婴儿用的肚兜，还有这个小药瓶，什么青蒿糊纸。老王，你可以啊，连这几个字儿你都认识。青蒿糊纸是用来治疗血吸虫病的。探长哥，我们去西郊闸湖一带搜索一下吧。西郊闸湖？为什么？我在现场发现了这些布衣，款式全部都是乡下人的，说明凶手很可能是要逃往乡下。还有就是，我发现了一些新买的塑料水鞋，说明他们要去的地方应该是湖泊和沼泽比较多。再有一个就是这瓶药。西郊闸湖一带血吸虫病闹得非常厉害，所以凶手去之前一定会有所准备的。就算是我们打乱了他们的计划，可是匆忙之间投奔别处的危险性会更大，所以我想他们应该会按照原来的路线逃跑。老王，哎，通知闸湖警力布控，马上安排人去西郊闸湖。探长，探长，有新发现。什么呀？这绿色什么东西啊？是粪便。谁家大便是绿色的呀？粪便的颜色是孩子健康重要的指标，墨绿色说明洋洋病了，而且病得不轻。得尽快行动，洋洋的情况很危险。没事吧？还好子弹没留在里面，只不过打了个对穿。你还能走吗？下车。求求你们放了我，放我走吧。下车。阿洛，你怎么样？宝贝儿，我走不动了。过了河，他们就追不到气味和脚印了。坚持啊！听我说，听我说，我现在这个样子，我跟着你会拖累你的，知道吗？快走，快走！啊！你胡说什么呀？你不是说还想跟我生孩子吗？我没生孩子之前，你别想甩了我。起来，你要是男子汉就跟我走，走。有吗？没有。哎，怎么样？没有发现。没有。哎呀，可累死我了！哎呀，大家都打起精神来。没什么好气馁的，现在开庭在即，虽然说我们第一次的证据被否决了，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继续寻找新的证据，争取开庭的时候能够拿到主动。我建议呢，我们兵分四路，第一路公孙你来带领吧，到西郊闸湖一带继续寻找绑匪的下落。好，
第二路呢，谢瑞你来负责，你继续研究疫苗样本是不是存在缺陷，或者是其他什么问题，争取在药理学上找到症结所在。明白。第三路，孟非。你作为内应，一定要密切地关注瑞星药业的动向。第四路呢，就由我来带领，薇薇还有展超，你们两个人配合，我们一块儿到棚户去寻访那些受害的家庭，争取拿到第一手详细的资料，让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起诉的行列中来。因为如果我们能够从发病的数量上证明乙脑疫苗的无效概率已经超出了一个正常的范围，那么同样也可以作为证据被采纳。大家都明白了吗？明白。明白。都准备吧。坏了。他们的确是来了扎呼。探长，那现在怎么办？那难得中奖，跑不远了。哎呦，坏了！你能不老说坏了吗？可以淌水过河消除气味，但是洋洋被抱在怀里不会沾到水，所以气味不会受影响，只要追踪洋洋的气味就行了。追，走。有没有见两个女的带着一个受伤的男的抱着个孩子？没有。我不在乎他们是生是死，我在乎的是，无论他们是生是死，都不能落在警方的手里头，你明白吗？我明白，我会尽快弄清他们的情况。如果没有差池的话，他们应该已经到了说好的藏匿之地。嗯。唐律师。可能要麻烦你跑一趟棚户区，通知那些刁民，愿意和解的当场领现金。多少啊？你看着办。那要是有不愿意的呢？你就想办法让他们愿意啊，发挥你的想象力。我不能知法犯法。庞律师啊，我花这么多钱请律师，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合法的。瑞鑫的生化实验室是不是被盗了？你怎么会这么认为呢？我看到包正提交给法庭的疫苗上有生化实验室的标记。你篱笆不牢啊，出内鬼了。好，我知道了，你先去办吧。叫保安队长进来。郭队长，墨镜给我摘了。摘。
上周五晚上你在哪儿，在干什么？瑞鑫药厂发生了一起重大的事情，你知道吗？有人堂而皇之的侵入我们严密看守的生化实验室，还带走了一些东西啊。我不知道。你当时在哪儿？我跟秘书黄丽在一起，还有他的一个朋友，我们在酒吧喝酒，他们可以帮我作证。黄丽，你的钥匙还在吗？在啊，不过那天好像被人动过了。你怎么知道？我有洁癖的，我每天下班后都会拿消毒棉球把它擦得干干净净的。可是那天我回家后，我发现上面有脏脏的手指印，但是那天我喝多了，我就没多想。听说抓去问话了，怎么回事啊？听说生化实验室丢东西了，不止他，值班的和有钥匙的都被保安队长带去问话了。丢什么了？不知道啊。哎呦，郭队长，你开什么玩笑？哦，开个玩笑，黄秘书，你别在意啊。今天找你来呢，有点事儿要问你。有什么事要问的？这厂里算是没法待了，全都是一些登徒子啊！就你，我还没告你状呢。哎，对，队长，你别听他的。黄秘书，你说。上个礼拜五，我介绍我一个姐妹给他认识，他上来就对别人动手动脚的。我动手动脚？啊，好你个吴远清，你还敢说话？我姐妹练过的，没打断你两条腿已经算是客气的了。相见就是缘分，都是缘分。哎呀，我喜欢，来，让我摸一下，都是你说的。你胡说。我胡说？你是不是跟人家说实验室的钥匙只有你一个人有，你还拿出来让人家摸一下，还让人家摸一下你，说以后把另外一把钥匙也拿出来给人家看。哎呦，我现在都没脸面对我那个姐妹了。小花，你可以走了。你呀，把钥匙留下，从今天起无限期停职。队长，我们大家分头行动，一定要挨家挨户的寻找乙脑疫苗的受害者，找到以后让他们在这个起诉书上面签字，联合控告瑞鑫药业。时间非常紧张，大家一定要打起精神。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东西呢？给。老爸。老人家，您只要在这个地方签字，我们就可以起诉瑞鑫药业。谢谢你。签个字就好了。后面还有，后面。大娘，哎，麻烦您，您看一下这个。您只要签个字，就能给他们一个说法了。您就签一个吧，啊。有人在家吗？你们是药厂的人啊？我们是警员。药厂的人什么时候来过？就刚才，他们说只要和警察合作，一签字，我们一家都得死。您放心，我们是警员，会保护你们。帮忙看一下好不好？我们签字，他们已经给我5万块钱了。5万块钱？你怎么这么糊涂啊？那你给我10万，我就听你的。你要是让狗吃了，那可是你家的孩子。我们一个孩子没有了，还可以养剩下的孩子。不，哎，别冲动，他们应该还没有走远呢。小混蛋！哎，等我。你只要肯放弃诉讼，这5万块现金马上归你，想清楚啊，不要犯糊涂啊。你们干什么？大婶儿，你不能拿那钱，你拿了他们就逍遥法外了。詹警官，你这是暴力胁迫证人作证，妨碍司法公正，你懂不懂？你现在是贿赂证人，暴力威胁证人，这才是妨碍司法公正。你哪只眼睛看见我贿买证人？你再乱说话，我可以告你诽谤。朋友经受丧子之痛，我来表表心意，这也违法。他们呢？干什么呢？
来看看有什么要帮忙的。你包大人身居高位，哪里知道这里条件差，经常发生天灾人祸，你们警察还没赶到，他们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是不是啊大婶？大婶别怕，我们是警察，有我们在，他们不会伤害你的。黄律师，无论是起诉还是放弃起诉，都应该由被害者的家属自行决定，决定权还在他们手里。好啊，那现在就请这位家属自行选择吧。婶儿，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们知道我这两年过的什么日子吗？啊，我真的受不了了。是啊是啊，哎，那个姓庞的律师，我真想狠狠地扇他两巴掌。我来。这个姓庞的，你就是踩到他影子，他都会告得你倾家荡产。你打他一拳，你不得坐牢？展超，你也是。你也动动脑筋，阴那个庞律师一下嘛。我不会啊，论阴险只有包大哥会的。智慧，我说的是智慧。那个胡医生给你配的眼药水你带了吗？带。包大哥，你该不会用这个砸他吧？你们以为这样有用吗？啊，其他人都拿了钱了，你们是孤军奋战，光杆司令，没用的。哟，庞律师，包家条官，我们啊，没事没事，你倒睡去。哎呀，庞律师啊，走街串巷呢很辛苦啊。哼哼，哎，别光给我拿一碗，这庞律师也得喝点水吧。王律师，来，先喝我的。你看看，你现在是求人家办事，你还看不起人家，连人家一碗水你都不喝，不好吧？哎呦，你这傻瓜呀，你还真喝呀？啊，三。二，我不多说了，都是为了孩子着想，你要领我的情啊啊！哎，怎么了，庞律师？哎呦呦，老张，我想起来了，咱们这儿最近啊有霍乱，这个水里面呢全部都是细菌，这喝了会死人的呀！啊！哎呦！厕所在哪儿啊？这没厕所，没厕所，没厕所。包大哥太过瘾了，你编的什么戏法啊？这个呀是仙瑞给小丸弄配的眼药水，里面呢有番泻叶，只能够滴眼睛，不能够口服的。我刚刚给他，他喝了那么大一碗，上半个月厕所没什么问题。包大哥，你真是太聪明了，以后这方面你得多教教我。小二命。杰瑞，有结果吗？有点问题，我复核权威机构的结论和检测方法都没有问题，因此我怀疑
问题疫苗已经被销毁，我们在实验室里看到的疫苗只是用来掩人耳目。那就是说我们现在没有确凿的证据。目前为止应该是如此。嗯。哦，对了，棚户区那边怎么样？也不是太乐观。那刘丽华呢？包妈还在生气啊？那都是小事。丽华，新公寓住得还舒服吗？舒服，谢谢啊。不用客气，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亲戚朋友需要帮忙我一定会帮。至于后来人家是饮水思源还是落井下石，对我来说无所谓。丽华，你不要这样说吧。不好意思，我很忙。哎，丽华，哎呀，包正他只是一时糊涂而已呀。咱们那么多年的朋友，一家人一样，你就别放在心上了啊。一家人，他现在在法院告我，他联络所有外面的人一起来欺负你所谓的一家人。他不是一时糊涂，他是早有准备。好在我这个人是施恩不忘报的，我对你们母子十几年的帮助算我看错人了。丽华，无论你今天对我说了什么话，你永远都是我的好姐妹。包正再大，他只是我的儿子，我就不信我不能点醒他。你放心，我今天给你打保票，要是他不肯撤销控诉的话，这个房子我是不会住下去的。你放心，我回去跟他说，他一定听我的。我去跟他说。哇，有虾哎！有鱼，有炸。哎，都回来了，坐吧，吃饭吃饭。来吧，吃吧。妈养你三十年了，宝妈也太沉不住气了，才刚坐下来呀。你刘阿姨为咱们家做的事，你应该不会忘记吧？看来攻势很猛烈啊！明天开庭，不可能改变。我认识你刘阿姨几十年了，你妈是个没用的女人，帮不上她，可总依靠着她。阿姨，刘丽华的瑞新药厂造假疫苗，害死很多小孩子啊！我要看证据。拿证据给我看，一切都要证据。怎么了？没有证据是不是？没有证据，你们是警方人员呢，你们不能这样谋害一个好人呢。宝妈，没有证据也不能证明他没有犯罪，有时候即使犯罪了也不能就判断这个人不是好人。刘丽华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是什么样一个人，是你不能想象的。我们现在还没有证据，是因为刘阿姨她，是因为刘丽华做了很多令人发指的事情，她销毁证据，谋杀证人，她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如果您现在还跟她见面的话，请您转告她，她最好的选择就是去自首。虽然我已经不抱什么希望，我治好了。站住！你要是还找刘阿姨麻烦的话，你以后不要叫我妈。
每组报告一下情况。离开庭没有多少时间了。我们沿路追查，两个杀手很狡猾，逃脱了。目前可以肯定，他们确实逃往了闸湖方向，但具体的藏匿地点还不能确定。男性杀手阿洛有枪伤，洋洋生病，奈美和寇珠暂时没有新情况，已经部署闸湖警方密切监视，并继续带队搜索。我们在棚户区收集到使用过日新药业药品的受害者家属的名单、证词、病历、档案科提供的那年乙脑患儿的详细资料。经过调查和分析，没有一样可以作为呈堂的直接证据。瑞星药业的疫苗样本查不出异样，权威机构的论证目前无法推翻。那就是没有任何证据了。Sherry，一般药瓶上的这一组数字有什么特殊含义吗？这一串数字是药品的本位代码，也就是说乙脑疫苗在国家药品注册管理档案中是用这14位数字代替的。0282，这个数字我应该在哪儿进？同样的数字，这绝不是一个巧。那后面那些加加减减呢？如果0282代表的是乙脑疫苗，那么后面的这串数字肯定是跟它有关系的。大家看一下，这些数字能看出什么东西来？有加有减，不光是有加有减，而且后面一个数字大概都是前面一个数字的倍数。刘丽华那边有什么消息？刘丽华已经发现有内鬼了，但是他没那么快想到会是我。他发现你也是早晚的事，你一定要自己小心。我们只能打一个时间差了。我倒没所谓啊，我依旧怕他销毁证据。不是我，是我们。你现在已经参与其中了。别问为什么，有什么感觉？这个我看不懂，我只觉得上面加加减减的，好像是银行账户上存入和支出的金额证明。不是金额，而是物品数量。50就是50的数量。那 B 是什么？ B 就是英文里的 box， 50箱的意思。而加号还有减号，就是流进和流出的意思。到底会是什么物品的收支情况呢？我敢肯定是疫苗。瑞信药业每天疫苗的生产数量正好是50箱。老王老马，准备车还有望远镜。好嘞。是展超，你送薇薇安还有谢瑞回家，你留守吧。他留守不太合适吧？贼最该待的地方不就是警察局吗？走吧，我们俩。你们两个人要去哪儿啊？我们两个人二人世界啊。48 49 50，是50箱。刚刚又说了一遍，用叉车送入库房的乙脑疫苗数量是50箱，没错。好美的天空啊，真是太漂亮了。你说在这么美的星空下，人为什么要作恶呢？这也证明唐劲松的确曾经偷偷监视过疫苗的生产量和出入库情况，并且做了详细记录。真是太美了，有空的时候真应该抬头看看天空啊。
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在唐劲松的记录里，出库数量永远大于入库数量呢？啊，你看这里，入库70，出库怎么会是140呢？还有这儿，入库50，出库怎么会是95呢？我说探长哥，有出有入嘛，很正常啊，就对上了嘛。哎，你看，流星啊，哎，这太不正常了。哎，你别看星星了，我问你啊，这多出来的疫苗数量从哪儿来的？它不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吧？哎呀，有可能的。保证。你知道你的问题吗？我有什么问题？我什么问题都没有。我在这里动脑筋想办法，你在干嘛？你的问题就是太正直、太执着，也太严肃。女人们都喜欢那些离经叛道的、胆大妄为的人。哼，你想到问题的答案了吗？什么？其实很简单嘛，你想想看，入库的这些疫苗如果都是从瑞新药业正规生产线上生产下来的，那么无论其工艺流程还有质量都不会有问题的。这也就是谢瑞在实验室里检测那些瑞新药业的疫苗没有查出问题的原因。相反，出库多出来的这些疫苗显然就不是从瑞新药业这条生产线上生产下来的，这就是问题疫苗的来源了。也就是说，瑞新药业一定还有一条秘密生产线。对了，正是。走吧。我严肃吗？我不严肃吧？我一点都不严肃。我觉得我一点都不严肃。哎，你觉得我严肃吗？不严肃。你是我见过最幽默的人。就是啊，我也觉得我一点都不严肃。刘董，我已经把所有的证据都处理掉了，只是……只是什么呀？风势很紧，那条秘密生产线已经停产，只是东西还放在那儿。放在那就是铁证，抓紧时间把它清理掉。哎呀，那可是花了大价钱，可惜呀。弃祖保居呀。老天，如果能保佑我度过这一关的话，纸笔账我会一笔一笔的跟他们算。如果你的推断没错，我们能够找到那条问题生产线，那就能够找到瑞新药业问题疫苗的关键了。现在我们可以知道这条生产线肯定是存在的，只是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可我在厂里待了这么久，真没看出哪儿能存放这么一大条生产线。你也知道，这条生产线需要管道，需要空间，需要各种水电设备。那我们就倒过来想，那些多出来的疫苗是怎么被送出生产线的，然后又怎么进入库房的，然后就顺藤摸瓜，这样就能找到那条生产线了。聪明，非常聪明。我这就去看看。孟非，注意安全。你关心我？这次的事情多亏了你，那些孩子们还有孩子们的父母都会非常感谢你。我先走了。Thank you.
长，这是怎么了？啊，没事，刚才撞了一下。刘总精神不太好，正在里面午睡呢。要是没有什么急事的话，就等会儿再说吧。车轮印从这里就消失了，所以应该是进了那堵墙后面。所以墙后面一定有秘密生产线，你进去看了吗？没有，我被发现了。暴露了吗？不确定，但应该蒙混过关了。如果说这下面有一条秘密地道的话，那么肯定是连通那条秘密生产线的。既然有地道连通，那么离药厂的距离也不会太远。我觉得不太可能，如果真的有这么一条密道，那工程量太大了。这里是药厂，北面有一条饮水渠，地道不宜穿过，而西面是居民区，都是单体建筑，很小，所以容不下一条生产线，而且生产线的噪音会引来居民的怀疑，所以西面也不太可能。那么就剩下南面和东面的可能性了。要容下这么一条生产线，至少要长50、宽30米的空间，所以我们可以缩小确定的范围。现在是12点，我们大家分头行动。公孙泽，你和展超去寻找这条秘密生产线，我还有 Vivian 还有 Sherry 一块去参加一审的开庭。莫非你一定要小心，去工厂测验。明白，等我好消息吧。嗯。哟，包检察官，我们刘董让我转告你，不管这场官司是输还是赢，他都请你吃饭。不客气啊。你今天最好拿出点真本事来，那些下三滥的小伎俩是唬不住法官的。这你不用担心，你不要忘记我对你的承诺，你职业生涯最大的悲剧马上就要上演了。全体起立。瑞新药业公司被诉一案现在正式开庭。首先由控辩双方宣读起诉书和辩护书。独立检察官，尊敬的法官大人，原告方即德城棚户区86名受害者家属联名控告瑞星药业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乙脑疫苗，导致了86名儿童致死致残一案。经过本检察官的调查取证，情况如下。你们几个跟展超和老王往南面去，其他人跟我和老马一起。是。注意安全。是。看着他们。走。行动。因此基于以上的辩护意见，我方认为瑞新药业生产的疫苗绝无质量问题，否认原告方的所有指控。谢谢法官。控方，法官大人，我请求传唤我的第一位证人，广慈医院的儿科主任赵立敏。同意证人出庭。赵主任，原谅我的无知，你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乙脑吗？乙脑它的全称叫做流行性乙型脑炎，它是一种由视神经病毒引起的自然的预源性疾病。像它的传播途径呢是非常简单的，就是说携带乙脑病毒的蚊子叮咬了人以后就有可能会被感染。一旦咬伤就会发病吗？不会发病，
绝大多数被蚊虫叮咬过的人呢，他都不会发病，他只会呈现出那种隐形的过敏反应等一些症状，只有极少数的一些人才会发病。他的发病率呢是在10万分之2至10，但他的死亡率却非常的高，将要达到50%。有50%？